生活是一件严肃且慵懒的事情，你的食物养育着你的心肝脾肺，它是什么样的，你就是什么样的，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。如何用最极致的方式把每道菜肴细细品味，在西南财经大学柳原食府一起品尝一份中式欧玛卡塞吧。前菜是酸辣荞麦面，优质辣椒油配上减脂荞麦面，酸辣可口，清爽不油腻。特色菜是糖醋里脊，每一块里脊都被香浓的糖醋包裹，琥珀油亮，甜酸醇厚。最让我期待的是红烧猪蹄，来自北纬31度天然山区牧场精心饲养的小黑猪，不油不腻，软糯 Q 弹。精美小吃有蜜糖糍粑，酥脆的外壳配上豆粉的清香，淋上一层红糖水，黏黏糯糯，香甜可口。欧玛卡塞这种形式的用餐，从前菜到最后的甜品，都是极具法式风格的装盘，每一道都能称之为艺术。